来，燕涛，慢点啊，有台阶，哎，慢点，慢点，来，稍等，转，对，好，谢谢，没事儿。大家好，主持人好，十二位老板好，我叫陶燕涛，今年29岁，92年出生，我眼睛，我是盲人，我想再通过非你莫属找一份打字客服或者网络客服、电话客服这类的都可以。好，谢谢燕涛，谢谢。首先啊，我想跟我们今天台上的12位企业家啊，简单的来说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自己手中的这份关于唐燕涛的这个报名表，发现了吧？对，他没有填到框里面去。对，这份报名表啊，我要跟大家特别来说明一下，是我们的燕涛呢，在收到表格以后，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自己打的。对对，我自己打的。好棒啊！这样的一份报名表，我觉得也足以呈现出他对这档节目的重视，以及他对自己这次求职的重视。燕涛，你是哪一年出现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是眼睛一直就是不太好，视力也不怎么好。后来到了我上学上了有5年级，就是因为看不到黑板上的字，所以就不上了。后来就听我们那个镇子上的人有一个也是一个盲人，他通过了这个残联，去了盲校。上了多久啊？上了3年。一边学盲文，然后就一边学完盲人，就是个按摩了就。学完了按摩就直接就去到人家按摩店里就去工作去了。当地的还是说离开了河南？没有离开河南，就在我们一个商丘市里边的一个县城里。啊，怎么样啊？然后在那里干了1年吧，刚进入这个工作，只能说第一年算是属于实习吧。工资怎么样？那个时候少。多少钱？那个时候一个月才500块钱吧。第二年的时候我离开那个地方了，我去了我们商丘市了。是因为嫌赚钱少吗？也算是属于到外面闯荡闯荡吧。因为在那家店已经待了1年了，也觉得练得差不多了哈，想去闯一闯。然后待了1年，离开他那家店了，反而挣钱多些了。都是最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最低的时候都是1000多到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在商丘市干了有差不多也有半年吧，我后来我就去不在商丘了，就去那个我们河南濮阳那个地方。我在濮阳那个地方干得多，干了有3年吧。三年。怎么样？在那时候干得多一些，那时候每个月几乎就光公司我们那里边呢有差不多有5、6个工人吧，几乎那我都是在前2名的，都是。是吗？哎。这个盲人按摩是不是也讲究这个回头客的这个？对，就是点是吧？点中率嘛，就我们所说就是回头客点中的。那这背后其实也必须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得让客人满意，还得能够解决人家的身上的一些疾病和病痛，对吧？对，累不累啊？这一天干下来，最多说一天得接待多少个客人？因为这个季节不一样啊，它也有淡季和旺季嘛。你就比如说天气像冬天嘛，特别冷，你别说是我们不愿意出去，你们都不愿意出去，对不对？也是。所以说那这个也没办法。一般的情况下在春季和那个秋季的季节是生意是比较好的时候。比较好的。对，那段时间应该说无论是从经验的积累上还是对社会的了解上都还不错啊。对，那在河南一直就干着。就是你看现在都已经都5年了呀。我刚才说了有已经5年都过去了。对啊。然后我就开始来上海了。我去上海了。其实我也注意到你的这个报名表上现住址是在上海黄浦区嘛。这是我在上海整整待了5年了。还是盲人按摩？对，也是盲人按摩。当时是为啥从河南要转到上海去啊？因为老家很远的挣钱少，那时候我还年轻，谁不愿意往外跑跑。是不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这个爸妈就你这一个孩子吗？不是，我姊妹3个呢，我上面一个姐，下面一个弟弟呢。那你这赚钱是自己留着呀？对，我自己留着。我特别好奇，你平时最喜欢给自己在哪儿花钱？我赚的钱啊，买了一台电脑。你当时用来玩是打游戏，还是说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那个时候我们盲人玩电脑和你们玩电脑不一样。你们玩电脑都是用鼠标或者看显示屏，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键盘，一个能出声的扬声器就可以了。
一个音箱，一个键盘就可以了。对，然后一个主机就行了。那个时候的系统都是 XSP 系统嘛，它里边的无障碍不好，所以呢，我们只能用借用第三方的一些那个我们的读屏软件来操作电脑。那你们用键盘操作，我要去找我的电脑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键盘和你们键盘都一样嘛。你们的键盘，大部分呢都是很少使用那个小键盘。就是那个右边的那个从一到九的那个小键盘，对，用的少。对，但是我们用的是比较多的，因为那个功能可以模拟鼠标。那你有了这电脑以后，干的最多的事儿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学了一个别的一些应用软件，是吧？从别的地方听到了别人的讲座，然后记录一下，就这事儿。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词，无障碍化。那像你上网网页的浏览，包括你使用这些软件来记录你平时生活的点滴，那么这些方面你觉得现在无障碍做得怎么样？我个人认为吧，现在的网页最让我们盲人最无奈的事情就是上面的图片我们不知道，看不到图片。对，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叫 OCR 识别的这个功能，只能说是勉强能识别出来那是什么东西，把东西识别出来以后转换成文字，对，朗读给你们听。对，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就，其实我觉得为那个残障人士提供这种支持，不见得我们做一个多么宏伟的计划。我们都看到过盲道，但其实有说法说，其实很少有盲人去用盲道。因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谁走盲道谁吃亏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盲道上面呢，好多东西太多了。燕涛去过天津吗？天津没有。我真诚的欢迎你到我们天津去，因为从今年七月开始啊，我们天津市的交管部门就在全市范围内下大力气整治机动车、非机动车占压盲道的行为。而且我们啊有一个特别好的创意，鼓励市民通过交通违法随手拍的方式来举报这种行为。所以我真诚的欢迎你，燕涛，有机会到我们天津去，有机会到我们天津卫视的这个办公大楼去看一看，参观一下。而且我们会领着你走一次天津的盲道，我们提前不做任何的设计，就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天津盲道的畅通无阻。可以，好吗？可以，我肯定会去的。虽然我们说到了这儿，但是这是一档求职节目，我们还是得回到职场的这个话题。在第一环节的最后，我想再跟你确认一下，你今天来到非你莫属想找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这打字客服，因为我主要就是以打字为主嘛，接电话客服，像这样的都不需要眼睛嘛。然后那就是看看适合我眼睛的工作。对，咱们也不拒绝企业家们给咱们设计的一些岗位和提供的工作，是吧？对。那么在第一环节的最后呢，请台上的12位企业家综合来做出你们的选择。恭喜你，燕涛！我告诉你，现场12盏灯都为你留下了，加油！谢谢。好，接下来呢，进入第二环节，天生我有才。燕涛，第二环节咱就得拿出真本事了。我们不妨就让燕涛模拟一个客服工作人员，他面对的是一位顾客啊。我一说到这儿，潮汐就自告奋勇。那好，来吧。我投诉你们按摩店的一位姓唐的按摩师。等一下，我有点紧张。你紧张的打字打得有点慢了吗？没事。清水的清，请问一下，日月的没有的有，没有什么。我昨天让你更好的。我昨天到你们店里去做了一次按摩，效果非常的不好。能。你们的能够的能详细的是说话的说一下，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以为按摩一下我的腰会比吃10个大腰子效果要好，可是昨天晚上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南方的那你有没有？就是的就，文件的件，检查的检。检查过你的腰，你有没有检查过你的腰？医生说是我久坐腰肌劳损，
大卫老师，我们两个作为这个观察团啊，有个小小的建议。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他打字，实际上是用那个声音软件嘛，对吧？这个已经展示完了。十二个老板肯定有不同的岗位，不同岗位有不同的要求。这时候倒是可以让他们老板对他有一些更具体的职场的考验。对，就是我们看到你打字方面，其实我觉得大概是没问题，只是可能不一定特别快，但我相信你没问题。那我们也在考虑说，你其实过去有十年的按摩经验，我们也看到在一些企业里头，其实也有常驻的这种，就是保健师也好，就他就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就是给员工也会提供这样的福利，就他就在公司就做这个，然后员工可以报名。那这样的好处是，其实你的工作时间比客服可能更稳定。哎。他是可以正常上下班的，对，对吧？加班这个就不用，员工福利我们就不用提供到加班这种时间了。光说不练假把式，你右手边就有一个客人，我啊，行行人行，燕涛完全按照你们正规的工作流程。嗯，好好。你好，问一下你有哪里有不舒服的地方没？现在最难受的就是我这肩膀和腰。您要不您给我瞧瞧，您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给我缓解缓解。嗯，可以，我因为我们这按摩都是用手，主要就以手感为主，哎，所以我先给你简单的先摸一下。哎，你的肩膀就不太好，你听到了没？我听见了，嘎嘣嘎嘣的。哎，对了，这就是僵硬的结节，你知道吗？哦，僵硬的结节。你这右边比你左边还多呢。对呀，右边你想啊，右手嘛，那用的多。哎呦哎呦哎呦，是不是？哎呦，汤师傅，我先问您一下，咱现在这么摸不收费哈？现在是初诊阶段哈？对对对对对。哦，那我放心。然后您多捏一会儿吧。你看我刚才不是摸的这个不是很敏感吗？对，像这种情况就是属于肩胛提肌嘛，这是。你这边左边就好很多了，对吧？左边就没有那么多了。那您看我这腰，我这怎么办？我是趴下还是怎么着？趴着，那您我站起来啊，稍微弯一点腰。哎，对对对，哎，稍微弯一点，因为这个肌肉你露不出来，你知道吧？就这样，你看你这肌肉都不放松。对，那肌肉都不放松。肌肉不放松。肌肉不放松，这个对我们摸手感来讲的话，就很难判断了。您觉得我这腰问题和因为腰你是哪个更重？你反正我刚才我摸你的肩膀的时候，还能摸得出来，因为你是放松的。你这腰那个地方，你这一站起来，这个肌肉就绷起来了，我就摸不到里面了。那像我这种情况，一般您要是遇到这样的客人的话，怎么给顾客来出这个解决方案呢？从按摩的角度来讲，从按摩的角度，因为你这不属于就是疲劳过度，这个肌肉紧张，所以那它一直放松不下来嘛。对，像这种我们按摩的话，一般的情况下两三次就解决了。太好了。那大卫老师，你作为一个患者，你刚的感受如何？很专业，我觉得很专业。我接触过盲人按摩，我觉得燕涛给我的感觉，他的那个手指一按上去，那个力度。就完全不同，人家干了十年，对吧？不是不是，其实你知道吧？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啊，我们的力度其实并没有用多大，主要的就是要点到那个位置上。对，哎，一下就找到了我的那个点，啪一下。我想问你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啊，就是你刚才摸了这个大卫老师的身体吗？就是你觉得这是到多大年龄，基本上就耗损到他这样的地步了？陈威的意思是说，你摸我这个肩颈和腰，像多少岁人的肩颈和腰？哎，你像这样，我个人觉得啊，应该差不多有40来岁左右。特别准。那接下来我给你请上一位50多的，你摸摸他的怎么样？可以可以。来，我们请段东老师到台上来。你看我这一下场就不一样了，你摸你这主持人，你摸摸他的就比你紧多了。这紧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哦，那我放心了，那我放心了。紧的话肯定不对，特别紧。哎呦，跟铁似的这个。因为啥？因为它一紧它就会影响到毛细血管的血循环，你知道吗？你看它虽然说紧，它的面积大，你知道吧？大面积的。哎，对。但是好是好在哪地方呢？好是好在它这个就是这个肩膀的难受程度它不是一个点，比如说它是一大片。这种情况他没有结节哦，你有结节，说的是挺厉害，但是你解决的时候其实都很简单，很简单啊。那个唐师傅，你们单位有没有说给你们每个按摩师都有任务要让你的客人办卡？有啊。好，能不能演示一下怎么你跟客人聊让他能办卡？感觉怎么样？挺好挺好挺好啊。感觉挺好的话，比如说你走的时候你就办张卡。我已经有一个卡，旁边你们旁边这一家，
我说今天找那个师傅，那个师傅今天休假了，我今天临时到这儿来，我已经办了一个卡了。哦，那他休假了，他休假了，我下次来办行不行？啊，下次吗？啊，我在旁边还等着呢。他这不办卡的，您给他留半边，什么时候办卡，什么时候把那半边给他捏了。我这办了卡的，您先可着我捏。这也不办卡，这老是跟这儿。这个办卡不办卡，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我给你们这办卡不办卡这个问题，要我说我还真没敢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主要的就是靠手艺，是吧？好，我们先感谢段东啊，谢谢谢谢谢谢谢燕涛。其实他刚才从销售的角度来说，抓住了三个点，其实蛮专业的。第一个呢，就是发现问题，发现段东身上的问题；第二个，提出解决方案。我认为你哪个地方，第三个呢，就是他的专业感很有，我觉得做销售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乔西，我不认可你，他这不是在销售，没有销售过程，他是专业的在做技师，在用他专业的技能在服务。我们再来问一下段东，刚才燕涛给你捏了这几下，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他手法蛮专业的，是吧？我给他建议就是，他要告诉我怎么引起的。另外一个就是，当有人跟他提醒说，哎，你赶紧办卡吧，他没有强力推销，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有的按摩师呢，他是强力推销，就不会让顾客反感。是。但是呢，他应该抓住个机会，哎，我是多少号，技师姓什么？你下次来，如果有时间来找我。我一定给你安排好。这个我们这都有的，都有的哈，对，都有，都有相关的培训哈。我其实啊，这个行业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就在于什么？就是尤其我是盲人按摩过的，我肩颈就特别不好。如果说这个师傅按得好，我不用他营销，我肯定会买卡。对，这个行业就是有它的特殊性，因为它能解决你这不适的问题。我说这个，你在不同的行业，你这个行业就是这个特点，它抓得很准。其实你刚才按摩的过程还是蛮专业的，另外就是按摩做好了的话其实也很受人尊重。那为什么要换呢？有没有想过在这个行业里头去深耕呢？是这样的，我那改行的原因呢，就是上班和下班不规律，时间太长了。我们就比如说我现在在的这家店，他说的是9点半上班，其实8点就起来了。说的是12点下班，你12点以后来客人了，你还是上呢？都差不多，都会有这种问题啊。你看电商现在更加是这样子，客服基本上都是9点到12点嘛。那你有没有白天的班呢？这个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他呢，燕涛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长时间熬夜。你看他刚才特意问，有白班吗？熬夜时间太久啊，我眼睛疼，他眼睛会不舒服。我觉得非常适合刚才那个徐磊说的这个岗位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很心疼所有的同事，但我觉得他的技能恰恰能满足我们这个需求，对吧？那大家如果企业的保健师，对，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满足他这个想要比如朝九晚六这么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要求。那么除了两位企业家的建议，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自己尝试开一个小店，其实工作时间你自己可以掌握的。像我做按摩的那间，我有的时候出差或者忙，我说早去或者晚去，他是坚决不接的。同时你现在有专业知识有技能，你也可以带徒弟，对吧？你们一块把这个小店经营好，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通路。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的。台上还有12盏灯一直在为燕涛留下，不管最后大家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也都要代表燕涛向大家表示感谢。但是毕竟大家要记住，我们是职场招聘类的节目，非你莫属，要对所有的招聘者一视同仁。所以在第二环节天生我有才的最后，请企业家们做出你们的选择。好，燕涛，第二环节天生我有才的最后，来自少年得道的任东柏为你留下了最后的一盏灯。我们直接进入到谈钱不伤感情。燕涛你好，那个少年得道呢是我给你的提供的职位呢是在北京的，就是刚才提到的企业内的保健师的职位。那我们给到的薪水，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这样的这个岗位哈，要跟你讲清楚。那我们想尝试一下，那我觉得先定在6000吧。是
来，燕涛，你有什么想问东白的？现在可以问。那个吃住呢？吃的话，我们有400，每个月会有450的餐补。然后，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件事，我们单位有那个订餐的设备，我们可以帮你把饭弄好。结束哦，那可以可以。上班时间的话，我们早上的话比较弹性，所以你可以晚点来。我建议10点、11点吧，一来就足够了。那下午呢？下午的话，我建议上班到7点。因为我们7点以后呢，老师都，我们是一个教在线教育机构，所以7点以后老师要上课，他也不会找你了。而且我们有额外的这个商业保险，就是你如果有社保报不了的费用的话，公司也可以报。燕涛，给你几秒钟考虑的时间，做出你的选择。我同意。同意。好，我们请任东柏到台上来。我们也祝贺燕涛今天在非你莫属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祝贺燕涛啊。东柏真棒，欢迎邵明哥，谢谢。好，我们也感谢任东柏，谢谢你的举手。来，也谢谢你来到非你莫属，谢谢谢谢谢谢。我送你下去啊。